郑晓龙、高希希、严建刚为演员们颁发荣誉，有请。有请各位。中间的这台机器，来，三二一，好，恭喜各位，也请我们两位导演先落座休息，我们各位影响力演员先稍作留步。对，我们请舞台中将，我们先来问一下王景春老师，此时此刻拿到了这一项推优，此时此刻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谢谢环球时报，作为一个青年演员，我会继续努力用角色给观众带去更多的能量和温暖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戴丽老师。